嘿嘿，又可以吃霸王餐了。嗯，王冠，用这个结账。金子？那当然。给我的。我家可是开金矿的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哎，等一下，你这榴莲都不开了吗？哦，对。下次给你打个折哈。下次给你打个折哈。拜拜。太危险了，看来我得连夜买站票离开上海了。帅哥，你的可乐多少钱啊？对面给你点的。Can you come？我太难了。哎，再见了，有可能再也不见了。这下姚米打不了我了，这支口红是他最爱的。姚米，我给你唱歌吧。动也不能动，也要看着你。等我睁开你就死定了。直到感觉你的风。Oh yeah! 姚米，没了。没了？不可能，我看过视频，肯定还有。真没了？肯定有，快给我！我帮你穿上吧。系好了，系好了，缝缝补补又一年啊。网管，我第一次来你们网吧，有啥吃的给我介绍介绍呗？你想吃什么都可以给你做啊，把这当家就行了。当家里呀，嘿嘿嘿，好啊，老婆，啊，跪下，跪下，嗯，那先拜天地吧。王管，王管，请你吃棒棒糖。不吃。那请你吃蛋糕。我减肥。奶茶可是你最喜欢的哟。你要是不喝，那我给其他小姐姐喝了。我喝。我想和你一起闯进森林，潜入海底。我想和你一起看日出和日落天气。王管，我想家。妈，我现在可是超数计算机首席统筹执行官，还可多人了。就你，我才不信呢。你要点什么？执行官，你手下092号超数计算机申请增加50人经费，请指示。批准了。另外，我还想申请一个女朋友，可以吗？我把姚米批准给你。妈。心里的话，我想要带你回家，在那深夜酒吧，那管他是真是假。